他们在那里，我们的救生员最擅长慢速跑。并非总是如此。这是我们经验最丰富的救生员麦克，他一直在看所有的人。哦。这是我的新客户，我会救你的，等一下。哦哦，沙子太热了，麦克根本没想到这个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真正的救生员，他所需要的只是利用自己的短裤。哦，我不想淹死了。尼克最好的朋友是金属探测器，他什么都不在乎。哦，哇哦，在这里。我的宝贝，但是尼克会感到惊讶的，他的金属探测器还有另外一半。这是我的梦中情人阿曼达，尼克非常非常感兴趣。嘿，兄弟，离我的牙齿远点儿。今天的水特别适合游泳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工作。哦，这是经验丰富的救生员的生活窍门，只需向海洋加入一点冰块，温度下降了。现在没有人想游泳，所以没有任何人需要我拯救。嘿，宝贝，我整天都可以和你玩。我们正在训练新的实习生。哇，她是海滩女神。就是这样，阿曼达，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课程，你现在就可以拯救生命了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是尼克的机会。你好，阿曼达。这是我发光的机会，麦克。行，我自己来。先生，我会救你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闪开！我会进行心肺复苏。不，不需要，我已经感觉好多了，谢谢。什么？地震？海啸？哥斯拉？不是的，是尼克急着要成为一名救生员，这样他才能和阿曼达更亲近。
谁来救我的泥巴派？不要试图阻止我们的爱。嗨，阿曼达，海滩生活怎么样？待在那里，阿曼达，我自己会救那个可怜的灵魂。尼克不会游泳，但这不会阻止他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然后他救了一条美人鱼。白痴，放开我，我可以游泳。哦哦，错误的女孩。尼克，他仍然在溺水。尼克在海滩上摆放了浪漫的晚餐，但是他忘了潮水要来了。阿曼达，我有个惊喜给你，看，我给我们准备了湿乎乎的晚餐。请享用。我知道你有多么爱海洋，想要一些咸草莓吗？飞盘飞得很远。嘿，朋友们，把它传过来。尼克被爱蒙住了双眼，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给你。阿曼达和鲨鱼之间的距离太近了，麦克，救命！哦哦，我们失去了他。我们该怎么办？等等，阿曼达，我来了。好的是，尼克身边有一位专业的救生员，爱拯救了你的命，尼克。终于，这一天到了。嫁给我吗，阿曼达？好的是，我们有两个金属探测器。多么美好的一天！不，又来了，鲨鱼！惊喜哦，我是会满足你们所有愿望的鱼。
喜欢我们的救生员故事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是否会拯救溺水的人，你最喜欢我们的哪一位救生员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